嘿，你傻笑什么呢？大半夜的，病啊，吓唬谁呀？哥，你明天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起床，训练，拉屎，吃饭，还弄点什么？没了，没了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哦。对了，明天是清理下水管道的日子，也就是我反拉大吉的日子。我还以为你忘了，我以为你说着玩的。我不该提醒你，谁让你提醒了？我怎么可能忘了这么重要的计划？